真的有那么多学习资料，需求那么大吗？不会家有新到货奥义 Pro 12.9 寸两 TB 啊，兄弟姐妹们，而且呢，这个还是插卡版本的，咱们家自己的货 WiFi 跟插卡都一个价格，所以自然而然拿插卡的呀。万一以后要在室外看视频呢？有道理。搭载的是 N1 芯片。N1 芯片其实都是性能过剩的了，那 S 芯片的24 Pro 13寸多贵呀，给你们安排一个性价比高的。 OK， 来拆封一个，单机说明书原装的，闻了闻味道，这是原装的，做二手手机做习惯了，就想给你们搂一眼看一看，这是不是比我的人都还要大了。好，这个入库价是多少呀？685 OK， 70张不到可以入手一个奥义 Pro 12.9 寸两 TB 的这个机器啊。用咱们家老弟客服的话是说什么呢？一机传三代。首先是它的尺寸够大，第二呢是内存够大，而且呢还是插卡版本的。原封的机器依旧是给你们有质保180天。你们有想要奥义 Pro 12.9 寸两 TB 插卡的，赶紧来滴滴微微吧，给微微点个关注吧。